原标题：蔡英文出席独派大佬庆生会，台作家，这气味不妙。环球网综合报道，台独派大佬史明五日举办百岁生日分享会，蔡英文出场并拥抱史明。据台中时电子报六日报道，台作家王峰对此表示，这一拥抱已经充分表露蔡英文的政治意向，蔡英文绝对比李登辉、陈水扁更难以对付。王峰在脸书撰文表示，蔡英文到场后讲了一句名演人一听即知寓意的祝词，谢谢你用你自己的人生对台湾人证明坚持理想一定会得到尊敬。蔡英文在拥抱史明的那一瞬间，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他在台上冲着史明讲的那句话又有什么寓意？王峰表示，人们不宜小看蔡英文，他绝对比李登辉、陈水扁更难对付。蔡英文常年经营国安团队运作与思维，他比后两者更清楚每日在想些什么。蔡英文不像陈水扁，老是把台独挂在嘴里，但他选择用拥抱史明的肢体语言，建立他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政治默契。王峰说，蔡英文虽然至今还没说出台独二字，但这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拥抱，已充分表露其政治意向。蔡尽管只上台五分钟，只讲了一句话，这动作如果被视为踩红线，哪怕是五分钟也是踩红线。从台北的空气里，人们轻轻嗅到蔡英文微转弯的气味，这气味并不妙。责任编辑：桂强。